大家好，我是南妹。买回来的豆腐别总是炖着吃啦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新做法。上桌以后，还有一点水淀粉勾个芡，水淀粉要分三次勾芡，这样能让豆腐更加的入味，让豆腐吸足汤汁。淀粉水千万不要一次性的倒入，那样豆腐的味道就没有那么好吃了。现在我们的汤汁没有那么粘稠，我们第二次再加入一点淀粉水，用勺子搅拌一下，搅拌均匀。搅拌均匀后，再把所有的淀粉水都放进来。这个时候，我们的汤汁变得非常浓稠了。然后把切好的白玉菇加进来，继续开大火，快速的翻炒均匀，把白玉菇炒熟炒香。这样做出来的豆腐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。有一句老话说得好，如果豆腐没有盐，家里的狗都被嫌。搅拌均匀之后，把葱段也加进来，然后快速的翻炒一下，翻炒均匀，最后像这样就可以出锅了。这样做出来的豆腐鲜香美味又好吃，比麻婆豆腐、红烧豆腐还要香。我们给它盛出来，装入盘中，美味继承。一道滑嫩入味的家常豆腐就做好了。
这样做出来的豆腐非常的美味，上桌以后全家人都爱吃，做法也非常的简单。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做法，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点我头像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视频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